好，翻到嚟啦啊，咁啊就已经系2月21号啦，系哇，就咁多货金啊，系啊，啊可唔可以睇唔到嗰啲留言添吓？咁啊，多谢阿吉田朱莉啊，同埋阿 Charles Lin 啊吓，咁啊想要10万8万吓，即刻放水哦，即系佢同阿 Charles Genus 讲嘢 ，OK，好，咁啊翻到嚟啦，咁啊就咁啊第二节我哋梗系讲翻啲国情啦。咁啊吓，即系你见到好多嘢都好似连续剧咁样样嘅。除咗阿李隆基吓，我哋又做唔到阿李隆基吓回头是岸关注组啊，系嘛？咁、嗯、但系我哋可以见到，我系追踪美斯关注组，美斯道歉关注组。咁美斯有冇道歉咧？琴日嗰个即系拍呢个微博嗰条片，算唔算系一个道歉咧？咁事实上咧，你睇翻。佢都係解釋翻，冇新嘢嘅喎，同佢以前啲官宣講啲一模一樣嘅喎，係嘛？即係馮希乾啊，甚至聽聽埋啲西班牙文原文，就直頭話佢其實無論係中文、英文同埋西班牙文都係有好多嘢對唔到，咁只不過就係話因為大陸嗰個經理人咧就知道個主旋律係點，所以個中文字幕咧係同個西班牙文係有偏差嘅。咁有咩分別先？你講下啦，即係如果你話西班牙文裏邊嚟講咧，即係究竟唔係佢好強調就係佢參與唔到你。即係咁講啊！重點係話喂佢參與唔到即係等先啦，我不能參錯係啦。佢西班牙文嘅斷句同埋呢一個標點好一致嘅。第一佢講都懂得喺呢一個嘅諾破啲啊啊 participa 同埋呢個 NL prime partido 第一句瑞士加句，即係話佢好強調就係話佢唔能夠參與係啦。即係用翻中文去解釋啦，就係正如我喺記者會講得咁簡單，你唔明我再講多次啦，係嘛？我有內收肌炎症，冇辦法出賽。喺沙地踢嘅第一場賽事裏邊，我感覺到炎症。第二場我又試踢咗一陣，咁啊，但係情況更大鑊。咁啊，佢冇好似中英文翻譯咁話。自己唔能夠參與沙地第一場賽事，更加都冇講，係嘛？即係上面嗰段咧，就係呢個微博所講啦，係嘛？嗯。咁但係即係如果你睇翻佢西班牙文嘅解釋咧，就佢就話自己唔能夠參與沙地第一場賽事，更加冇講賽前已感覺到炎症。事實上喺1月29号國際邁阿密第一場對沙地嘅友誼賽裏邊，美斯其實係正選上陣，有入波有助攻。踢咗88分钟先换走啊！咁但系你上海梅西点讲啊？上海梅西就唔系咁讲。首先，佢翻译嗰个人咧就冇理由唔知道美斯喺两场嘅沙地赛事都有出场。嗯、第二就系佢赛前两个字，若果非刻意去作嘢嘅话咧，就冇可能出现嘅。第三就尽管美斯咧就原话冇明确咁样停顿，但系咧即系如果你睇翻西班牙文。嗰、那個斷句標點其實都一致嘅，都係講都係懂得喺 no 即係我唔能夠參賽第一場賽事之間係加咗問號嘅，咁啊令到大家明白佢所講嘅不能參賽係指香港嗰場波，就唔係講西沙地第一場賽事。而家你中文咧，中文嘅翻譯就係話我沙地都唔踢得，係嘛？咁但係事實上就唔係，佢沙地兩上面錯咗啦，踢足係啦。咁事實上面咧，你而家中國人接受唔到嘅，或者中喺微博美斯，佢唔能夠接受到一個解釋，就係話我淨係唔踢得你香港呢一場啫。咁要解釋，即係而家呢個微博美斯要解釋一樣嘢，我唔踢得美香港嗰場咧，其實我之前咧沙地我一場唔踢得嘅。嗱呢個 fact 上面錯咗，嗯，係咪啊？係啊。咁所以咧，你如果你咁樣講嘅話，我又冇做錯到，我又冇道歉。系嘛？如果我实话实说，你识得西班牙文嘅中国人嚟讲，你会越睇越火滚嘅。Suppose 你睇完之后，超冇道歉，你扮乜嘢啫？系嘛？你讲完一大堆嘢，吓、啊？喂，佢 day one 都唔系道歉，只不过解释。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当你系配咗中文字幕，跟住然后咧，你喺嗰个 post 搞，写完嗰堆恭喜发财之后咧，大家觉得系道歉，咁样就好容易陷入去嗰个主旋律嗰度咁解。系啦，咁但系咧，即系你而家见到啊，
在中國第一個叫做係即係咩胡雕盤係嘛？雕盤盒啊，呢、這個所謂雕盤盒咧，就好似啲狗咁樣樣啦。即係你放一啲乜嘢，即係個碟出去啊，那個草地上面佢會幫你雕翻嚟啊嘛，係嘛？咁啊，呢個就係胡雕盤，就最識得咧，就其實係即係死都咬翻生，曲都咬翻直，直又可以咬得攣啊！咁啊，即係總之對於阿胡錫進本人嚟講咧，冇嘢係真理。只有冇作唔到嘅真理，只有冇一啲拗唔即系拗唔赢嘅真理啫。即系只要喂喺佢手中，乜都可以拗嘅。最重要就系佢想点样拗，最重要就系个政治目的系乜嘢。而家胡锡进佢讲一番说话，代唔代表到而家党中央新嘅态度咧？咁佢又话胡锡进咧，嗱佢自己就睇完啦吓，佢又话。美斯阿梅西啊，拍咗140秒嗰条短片啊，拍得好认真。佢又冇道歉，但系详细咁解释咗内情，态度都几诚恳嘅。咁啊，老胡，我净系代表自己啫，我净系代表自己。嗱，即系其实佢都知道咧，有风险噶吓。即系就算嗱，你如果你要踩，你要嚼，系嘛？你咪话我唔代表你咯。咁但系起码我自己话我代表自己，我想讲，我个人接受佢呢番解释。因为美斯在香港没有上场，第一时间解释好潦草。香港包括内地球迷和公众当然有权利表达对他强烈不满，闹他都没问题的。事件又不是什么大件事，不是啊，你现在闹得很大，是你喂大佬啊，边个闹大他的、啊、喂是你这个什么环球时报大陆第一个党媒走出来说他可能有政治目的嘛，扑街，神又是你，鬼又是你，而家又说什么不是大件事。那你怎么交代啊，你低温的时候又说他政治目的啊。嗱，我虽然我知道你而家就不是老总啦。喂，咁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找而家这个环球时报啊嘅編輯部會了解一下，所謂嘅政治目的係點樣嚟㗎？邊個講㗎？有冇權威嘅解釋啊？嚇、啊！喂，大佬啊，你真係樣衰啊嘛！你而家係嚇，即係有時咧，你丟得多咧，啲人都會麻木㗎。就算幾愛國都好啊，即係都有一個人思想嘛，大陸人都係嘛？咁佢話啊，即係喺事件又唔係咩大事件，又唔係咩大事件。大家释放咗情绪之后啦，美斯又新一段解释啊，吓又好认真啦，个人可以觉得成件事可以过去啦。但系咧呢个系我真实嘅睇法同埋感受。嗱，当然啦，美斯喺中国同埋香港咧，哇，点解你仲讲香港同埋中国啊？点解将两者并列啊？喂，你有冇搞捻错啊？呢、這个喂，你而家真系好大镬啊！喂，你记唔记得我哋啊？香港有个主持人啊，吓，即系曾经喺一个即系泰国嘅明星。而家个咩签名会啊，系嘛？做主持嘅时候讲，喂，有冇香港嘅朋友啊？有冇中国嘅朋友啊？喂，会俾人话乜嘢啊？话港独啊嘛，系嘛？阿 John 俊系嘛？嗰、那个叫 John 俊，哇！你而家你将香港同埋中国内地两者并列，点解唔讲中国香港啊？吓、啊、你胡锡进，咁啊，唉，你而家总之啦，你喺中国同埋香港咧嘅形象咧好难复修啦，唔系、啊，香港人对佢冇乜嘢喎，吓、啊。我都唔知几中意美斯，系嘛？我而家觉得美斯得到好多人嘅尊重，好尊敬，又爱惜呢一啲患病呢个患癌儿童，系嘛？临走嘅时候旅游巴又同嗰啲 fans 挥手，冇问题，系对住你咩呢啲咩阿唐超嗰啲黑面啫嘛，系嘛？你对唐超黑面就即系等于就对住香港人笑一样嘅啫，其实系，系嘛？咁好啦。咁啊！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佢讲完呢一番说话之后咧，咁啊真系吓，我谂佢自己都预咗啦。喂，系咪有啲后面有啲金主俾咗压力你啊？你就系长头草啦，吓、啊！阿胡主编又开始洗啦嘛，系嘛？即系洗系咪即系搬龙门啦，系嘛？即系嗰类啦吓。啊，老胡真系冇半点精蹙，喂屌！你做得共产党，你做得党媒，你就系鸡嚟噶啦，大佬！你讲节操，你唔系啊嘛？收钱，喂！最重要在大陆得一个老细啫，收边个钱啊？共产党咪收共产党钱咯，共产党出粮俾佢啊，生系党嘅人，死系党嘅鬼，咪讲咩收钱啫？如果系讲党有只，喂，咁睇下你个党会唔会开除佢啊？睇佢唔会俾人双规啊？讲完呢番说话之后，系嘛？系啊，我哋啲网友话我爱美斯喎，真系吓。
咁然之后啦，不可能过去啊，重要嘅喺中国不能上场啊，不上场啊，去咗日本就上场啊，仲话即系喺喜欢喺中日本踢波添，老虎，你如果系帮对方解释淡化，你就有罪啦啊！咁啊，咁佢自己就阿美斯啊，呢啲之前讲过啦吓。咁啊，其实就系点解会咁样做咧？咁其实你再嘈落去就真系冇乜着数。我哋不嬲都话，你一路嘈落去，尤其系香港呢一边，一路嘈落去，一路发大，系提醒我哋香港办城市系办得好唔专业，唔识出价钱。其实自己你话人哋侮辱你，你话人哋怠慢你、轻视你。是首先你輕視人哋先啊嘛，唔係香港、啊、香港辦盛事唔專業，係香港班官做盛事唔專業啫。係啊，香港大把專業嘅人才喺度，係、啊、你即係個班官。如果你話端官督商辦咧，一定賴硬嘢嘅。即係如果你話你由得個市場去發揮，係嘛？你支援嗰啲即係私人企業家去自己去做 event 咧，好少出事嘅。出事咪自己負責咯。出事咪对老细负责咯，系嘛？咁但系你官做嘢咧，有时就系为咗面子工程啦，明知错都要做嘅。嗯，因为你净系要面子，要抽水，系嘛？好容易就会意气用事，好似今次咁样啦，系嘛？你俾一个公平嘅环境人哋，你做投标，系嘛？自然就会即系有啲即系有兴趣嘅人，有能者就会居之。个问题就话而家香港唔系一个有能者居之嘅社会，下下你都见到好多裙带利益关系系嘛？样都系，首先系你样样都系国安，之后先再讲裙带利益关系。以前香港系讲紧叫裙带资本主义嘅范例啊嘛。啊，咁但系你就算你裙带也好，喂，嗰班都系精英阶层，佢哋嘅内循环啊嘛。嗯。但问题你而家你精英不成精英啊嘛。系嘛？你嗰班爱国者就系文猫，就系恶棍，就系一班垃圾。其实就俾你去管，乜都俾你去做晒，咪乜嘢都一撇屎咯。俾你揸识嗰啲嘢，真系噶，下下都一镬泡噶。系嘛？咩出 B 黑嗰啲又系咁样啊？系嘛？即系出 B 黑咁，主要嗰个钱问题啦。啲人话喺淘宝，喂，原来1000蚊都唔使嘅，原来系。嗯，好多人都话几百蚊搞掂嘅啫嘛，咁、啊、但系而家系讲紧你即系请成个团队翻嚟慢慢砌咁样，系咪？有啲人话我大声嘅时候会拆啊，嗯，啊多唔多人？你觉得会拆啊？系咪真系会拆啊？吓 ，OK，都一两个啦，唔系。不过我哋星期日都有网友嘅解释就系话、喂，咁你宁愿俾咗 Chubby Hut 嗰班艺术家都好过俾班官自己都唔知搞啲咩 project 就 cam 咗佢好过。